我们吃牛脑，再来一人一个。吃烤肉喽！大家好，我是乡村师叔，今天想吃点烤肉，我们准备了牛脑、蹄肠、肚子、羊腰、羊白腰，还有一块五花肉，做个炙子烤肉吃。开搞，给肚子蹄肠烧个水，放点葱姜，再来点白酒，把浮沫撇掉。蹄肠肚子炒好了，捞出来，肚子蹄肠再次下锅。准备好的小茴香、丁香、花椒、桂皮、鲜叶、八角放进去，一碗料酒。好了，捞出来，把羊腰子片开，羊白腰改刀，五花肉切片，卤好的肥肠切一下。把肚子也切一下，炒干的青椒碾细，孜然面，再来点葱白，芝麻，细辣椒面，用热油把配料炝一下，香味一下就出来了。把炒好的黄豆皮搓掉，把炒熟的黄豆别碾碎，再来点辣椒面，熟芝麻，孜然，胡椒粉，盐，白糖，把它拌匀了。烤肉摆起来，被子放上开烤，刷上油。这牛脑大，先把这牛脑烤起来。今天咱哥俩静静的吃一个子烧烤，一年不下吃烧烤，今天闲着悠闲自在，非常是熟的，那么就能吃了。吃了，这非常脆的嘛。裹点干料，再来点五花肉，都烤上，慢慢吃。就是好。这五花肉把油炸下来，是鲜得很哦。哎呀，有点烫。一手鲜姜五花肉啊，我们吃牛脑，再来一人一个。蘸点蘸料，搞点蘸料，把料裹瓷实了吃啊。那么多东西，哥俩吃完了。你看这孩子啊。